弯剪辑，三勇和尚牵引菩萨，顿时雷霆霹雳，动撼九州，一切平定。待霹雳之后，三圣武术以形保主，护着金国大地，演变成数百年后，被保主一怀九州世界，一切有形物体改变情形。风干皆是异变之物，也是灵怪物。变调的世界，形容数百年前翠宽山瀑局，为末日世界留下一线生机，将人变成为万神神界。新界寺庙便是琉璃神庙。我一救，我一救，将你就问啦，我一救。我已经在公办事处，加油完同款杂乱甲臭腐。哼，杂乱是发明的过程，臭腐味是智慧的气息。以你红宝一书的身份地位，应该无杂乱甲臭腐味哈。无智慧，无智慧。阮宝珠的委托人我已经提供，倒水数百年前诸神之巅正要当中所留落来奇离别剑。奇离别剑。好，看完3D电影，我们要试掉一下。